一边点黑一边点白。兔兔子好忙哦，一直吃。这就是牧草。妈妈要喂它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对不对？你有跟它有似曾相似的感觉。可是这一只跟我那只，我那只是全部都是土黄色，没有白白的那一圈都是。它那么小，那它到底想要什么？那边有。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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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是想要攻击的，真的近远啊。你很忙，我知道。你们都在工作，我要吃个午饭，你辛苦了。你都好想睡。你太晚了。肚子饭快，自己的。我看过，这就是大便的味道嘛，有点像草的味道。它大便不臭。他的尿很臭。他的尿超级臭的。来，你这边，来。对，兔草，那不要红萝卜，姐妹，那不要红萝卜啦，姐妹，你想出来了，姐妹，你想出来了，你不要跳出来，不可能，他只是在等不要红萝卜，你想要喂红萝卜，就是小兔子说他不是红萝卜，他是牧草，好啦，我们去买牧草给他吃，好不好？超忙的，这样。